Action.那天晚上，他明明乖乖听话就没事，非要咬我、踢我，把我弄疼了，我就杀了他。后来我就盯上陈念了，我想强奸他。我不认识他。要不我们先认识一下？今天你干什么？我对世博宇印象挺深刻，我觉得你刚刚演的非常的好，尤其是那句小敏说我不认识他，然后你说要不要认识一下？要不我们先认识一下？裙子特别不好演，一不留神就会特别做作，特别打动我，特别棒。在这两组演员里面的话，小敏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，而且她有个最大的问题，她的台词糟糕到让我不看剧本，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当然不同意她的观点了。我们听起你的台词来有一点吃力。刘北山会被判死刑。为什么这么傻？你给我滚！他妈看见你就觉得恶心，你滚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我不承认，魏安是我杀的。我没有办法让你替我去死。去把它改变，你知道？任敏，任敏 S， 我也想给一张 S 出去。我要给施博宇。谢谢。